为什么要用 Hakubi 呢？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？女孩子总是喜欢白，有白色做基础，其他颜色才会突出啊。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吗？我觉得戴着面具做人太辛苦了。很喜欢花？当然喜欢，很美，而且很有家的感觉。家庭对你而言重要吗？回到家里，卸了妆才是真正的自己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会怕被另一半看到脸上的瑕疵吗？不会。还以为女生都会怕。本来这种距离就不应该有。那么有自信。现在的女性都很有自信，因为我们懂得选择。Hakubi White Sea Sato